唱：汝等比丘献匹之心于道相位，是故应一应智者其心。当知献匹但为其况，入道之人则无是处。是故汝等宜当端心，以智之心为本。汝等比丘当知多欲之人为求利故，苦恼亦多；少欲之人无求无欲，则无此患。只尔少欲，尚宜修习，何况少欲能生诸功德。少欲之人，则无献取以求仁义，义复不为诸根所牵。行少欲者，心则坦然，无所忧畏，处事有余，常无不足。有少欲者，则有涅槃，是名少欲。啊，你看，佛一步一步教我们，引导我们啊，告诉我们这个睡觉咋睡觉，吃饭咋吃饭啊，穿衣服怎么穿啊，对待跟人交往的时候，遇到了生气的时候啊，遇到了伤害的时候怎么办啊，到这儿就开始了啊，遇到了事情啊，这个我估计可能以前也有，但是对我们现代人可能更是严格也严重了。为什么呢？现代人啊，这欲望太多了啊，太多了。一旦有了欲望，你这个心啊，哎呀，就跟野马似的跑开了，安静下来了。哎呦，那有块金子，赶快过去捡，不捡着来了，老婆捡走了。啊，安静下来了。一有欲望，苦恼就来了，苦恼就来了啊，非常苦恼。所以佛讲了，我们对待这个世界，这个心啊，被别人一忽悠走了，干嘛去了？炒股去了啊，把房子当了，炒股去了，这前景的事儿，就是被外界的欲望引走了，引走完了以后呢，一炒股赔了，房子没了，车子没了，烦恼死了。佛说了，要少欲，少欲有好处啊！少欲能满足自己，没有苦恼；少欲能产生一切功德啊！少欲的人啊，你就不会把心弄得弯弯绕绕的啊！就为了这个目的，我就怎么得弯弯的把那点钱、那点东西搁到我家里边来啊！一有了欲望，你的心就弯了。啊，心一弯，外界世界就弯了啊，深山大海沟壑就出来了，地就不平了啊，灾难就来了啊，是这样。所以说佛说了，你心啊，你得直了啊，把你的心给它掰直了啊，顺溜了。心不直啊，外边一切都是弯的；心直了，和道是相同的啊，道是直的，大道是直的，大道不弯啊，清清楚楚在那儿摆着呢。因为我们的心弯了，所以我们看不见这个大道啊，看不见。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让心给它弄直，我们就看见大道了，跟道就相合了。现在心弯着啊，弯弯绕绕，欲望可多了，我今天总得我干点啥，就不想不干点啥，现在人啊都不想干点啥啊，这特奇怪，总想干点啥啊，干错了以后呢，就觉得说，哎，我还能干别的，可能这个干错了，那个东西啊，总想干点啥啊，这么干到最后六道轮回啊，一定明白佛说了啊，智者心是道，智者心是道啊，要想着不干什么。少欲，少欲啊！这个修行啊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，非常重要。你如果是欲望特别多啊，这个人哎呦，这天天有无数的想法啊，准备跟茶馆就成一个托拉斯啊，成干这个干那个，你还修道啊，这是个相违背的，不可能。
那当然我们有福报啊，现在我们有各种事业了，不要紧，这是我们福报啊。这佛讲的节生时时心静之活就好了啊。有什么我们福报大，我们就享受这个福报啊，但是心里边不要去天天折腾在这个上面，就可以了啊，就可以了。这叫少虑。如等比丘若欲脱诸苦恼，当观知足。知足之法，即是富乐安隐之处。知足的人虽卧地上，忧为安乐；不知足者虽处天堂，亦不成意。不知足者虽富而贫，知足之人虽贫而富。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，为知足者之所怜悯，是名知足。啊，少欲完了还不行，还得知足。你不知足，你不满足，你心里边没有一个安稳之处啊，不知放哪儿，得放一个地儿，放哪儿呢？放在知足。啊，知足。为什么说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成意啊？你跟咱们现代人，你有一上市搞了几百亿，几百亿你还不满足，搞了几千亿啊，慢慢慢慢就跟秦始皇似的啊，准备长生了啊，总共那会儿他可能还没有工具到月亮上，现在咱们人准备把地球弄过来，月亮还弄我家去啊。你越多越不知足，越苦恼啊，越苦恼。所以说这些不知足人啊，我们回头一看，我说很可怜，非常可怜啊。知足的人啊，像那个颜回啊，咱们看颜回啊，那家里有啥呀，啥也没有，那还真是满足死了。知足那是最快乐的啊，那是孔子最推崇的一种精神。你的精神满足了以后啊，你比啥都强啊。现在我们也这样，我们现在修行啊，慢慢慢慢外在的东西够了就得了，知足在哪呢？修道上，心灵的满足上啊，是这个方面知足去啊。外界的一切物质上啊，那你没有任何意义。为什么呢？都是无常呀。如等比丘欲求寂静无为安乐，当离愧闹，独处闲静，静处之人必是诸天所供敬重，是故当舍己重他重，困闲独处，思灭苦本。若乐众者，则受众恼。譬如大树，众鸟集之，则有枯折之患。世间富浊，莫与众苦。譬如老象逆泥不能自出，是名远离。啊，不是，你少欲了，够了还不够，还得知足，知足完了看看，得远离，远离什么呢？刚才佛说，你修行人，真修行人干什么？远离愧闹，独处闲静。这个修行人啊，应该出得太远。啊，佛说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远当离愧闹，独处闲静呢？因为你欲求的是寂静无为的安乐。啊，咱们现在修行，啊，懂得什么叫寂静无为安乐吗？咱不懂。啊，现在脑子还想着说，哎，看个电视有意思。找个机会出来讲去，哎，有意思。就现在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寂静无为的安乐啊，脑子里边我们无数念头，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起，我们就习惯了，实际上这是一种痛苦啊，非常最大的痛苦，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得到，其实这是最大的痛苦啊，念头在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无不生生灭，这是最大的。